来话吗？文莱话你要学什么？先讲个范范姐好漂亮。哦，阿雀，我没有白疼你。范范姐好漂亮。好漂亮啊！范范嘎嘎，生个尖嘴。哎呦，生个尖嘴。怎么觉得是脏话？你在骂我是不是？哈？真的真的，再一次，嘎嘎就是非常漂亮。嘎嘎是嘎江的，嘎嘎是姐姐。嘎嘎，翻翻嘎嘎。哎呦，对，然后三个江的。哎呦，来阿全说两句给堂主听，快。爸爸嘎嘎嘎嘎江的。让原住民在讲话。那不然大家一起说一下，说给堂主我高兴一下，快点快点。再讲一次，再一次，翻翻嘎嘎三个江的。哦，翻翻嘎嘎，翻翻嘎嘎，全部淘汰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听说文莱是石油大国，想问他家有在卖石油吗？哦，假如有的话就好了。我们只可惜石油只是给国王卖。所以国王很有钱，国王曾经就邀请很多艺人，好像 Michael Jackson 啊、Whitney Houston 去文莱开演唱会，然后都不用收钱，大家都可以去。哇！我们也有 Michael， 我们也有免费的 Michael， 来来来来，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，表演。哎、欸，可是他很可怕，他 Michael 一上身都不下来，好讨厌。说文莱可以请他去表演吗？你知道 Michael 现在很忙，可以啊，打官司啊，他就有回到那个家乡的感觉，真的哈、哦。所以文莱真的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希望将来我们棒棒糖有机会去玩一下。那到底在哪？看来猪头王红鞋被毛弟抢走，呱呱似乎不甘心。但文莱到底在哪里？文莱真的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希望将来我们棒棒糖有机会去玩一下。到底在哪？文莱到底在哪？文莱就在。世界地图拿出来。你觉得靠近哪边？你大概想一下，凭你的那个高智商。花莲。花莲。假的。你上次给我拍戏。你要让堂主难看。收回去。你上次给我拍戏的时候没有看你问我文莱在哪？现在才问。拍过戏嘛？对啊，他是我弟弟耶。真的？对。哎，其实有点像。出来，站在吴尊旁边了，看一下你们两个有没有像兄弟？有像哎。我的弟弟。哇。我失踪很久的弟弟。弟弟也来个新娘抱好了。好不好？这样比较有喜感呐、啊，对不对哈？你就这样走到这边说哥，然后你就把他抱起来，很容易。失散多年，失散多年，从这边哈。又要抱，等下总觉得用扛的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好，用扛的好。又要抱，要抱。你走过来，然后你就说哥，我好想你，然后你就抱他哈。新娘抱。对，新娘抱了才好笑。要抱。不然给你选，你要吴尊还是？都可以。你要谁？东东来抱一下。大哥。东东啊。对。给你哥也不错啊，另外一种哥。他不要太亲，就普通亲就好。好，来了，你就说哥，我好想你，让你直接抱起来。扛一下。扛是这样扛吗？扛起来可能要转个三圈。扛比较 man 啊。爸爸，大哥比较 man。快开始。哥，我好想你啊！我也好想你。来吧，弟。强吧！怎么样？被东东扛的感觉？哥也好想你。他还没演完。想起我们儿时曾经玩的旋转积木，对不对？旋转转转乐。然后你要接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阿森真的蛮……不是，呱呱真的蛮努力的，因为那个时候。谁是阿森？在戏里面叫阿森，戏里就是。对，然后因为他是新人嘛，那其实演戏的时候就是没什么经验，然后一直被导演骂。那时候觉得他很可怜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拍到很晚，其实大家都很急的，就想要赶快收工，所以其实演艺圈不好走。真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对，那时候你拖累到他。没有，现在也是。快
说成学长，对不起。学长，对不起。好，他蛮努力的，对，呱呱要加油，而且是武打的，加油加油。加油！加油！网络上人气超旺，哇，人气旺了！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趟出来莫名其妙。范范姐啊，还有什么问题？想问他们说，就是在出道前或出道后有没有接受一些批评啊，或被欺负之类的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就是虚心接受，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当局者迷，所以旁边人看起来会比较清楚，那不妨去多听多看。其实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他今天会批评你代表他有注意到你，只要不是什么脏话或什么其实都是还不错，就是加油，真的好，我们第一份感同身。阿本为什么哭？因为每次都在网络骂我娘炮，我很嫩，是来到 rap 超 rap。就你就像以前大同，就给人家讲娘，然后到现在你看他多 man， 超 man。我不觉得你娘啊，有一个网络上说你娘吗？没有，是以前小时候。小时候娘吗？他比较瘦，比较白。小时候我很瘦，而且很白。我也一样，对啊。对，但是我就是可能会给人家讲到娘的时候，就会想气，会去健身还是什么？然后结果一个变成这样，一个变成。可是我觉得我们的阿本的小兵虚心接受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也没有这样的。其实也不会说不习惯之前娘，而是我觉得因为我退伍了。当过兵了之后其实有了历练，然后就会算是一个对男生来说一个转变吧，真的。那可能刚好那个时候就每天操，日也操，明也操，这样子，那也晒太阳之后就转型了，以后就变了，还蛮习惯这个型的。你看小兵他一直都不介意人家说他公主怎么样，哭哭里面谁最会哭，问得好。哎，对吼，谁？其实是四个眼睛都水汪汪。谁？其实我跟亚伦还蛮，你们不要说爱哭啊，就比较感性。感性，真的、啊。比如说涉及什么，讲到什么议题，你们会想哭？我是单亲家庭嘛，那就是从小就是跟我妈妈相依为命这样子，那只是。因为我从小身体很不好，那我也很开心我走演艺圈这条路，我妈可以支持我，然后因为常常回家的时候就总是看着我妈还在等我这样子，那有时候就觉得我做了这个工作，那其实忽略掉很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，有牺牲掉一点。有一次签唱会的时候，就是我很多的亲戚朋友就是没有跟我告知就来找我，然后我整个就崩溃哭了那半小时这样子。家成功，其实家人应该都很欣慰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我讲到那个签唱会，妈妈突然来就感同身受。对啊，因为也是有一次签唱会，然后我爸爸就突然现身，他只出现了3秒，然后我就在台上拿着笔尖啪大哭，崩溃。对啊，哭的嘞，真的。好啦，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这个飞轮海呢，今天让我们见识到他们真性情的一面，还有帅气的一面，还有。为何大东说着说着让亚伦也落泪呢？那到底是什么样感人的故事让亚伦变得如此难过呢？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模范棒棒糖。